今天是我们蒙恬的新品发表会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蒙恬发表了2019最新的两款产品，一款是我们的这个 EasyGo 小蒙恬，那另外一款是我们的简报无影笔。接下来介绍这款 EasyGo 小蒙恬，它主要的诉求就是即插即写，也就是说它今天插上电脑之后呢，不用任何的安装，那我们的那个小蒙恬会自动起来。好，现在就等一下。好，那现在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马上在这个板子上手写，比如说我就写个蒙恬。这样就完成了手写了，这也就是说呢，这个使用者他并不需要很复杂的安装，而且呢不用担心说电脑上会有什么留下一些安装的资讯这样。我接下来介绍的呢，就是我们蒙恬手写系列里面最厉害的功能，就是学习自串。好，那学习自串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有些字不会写的时候呢，我们现在可以先建立一个你常用的习惯。好，比如说我乌龟的龟我不会写，那我先建起来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我只要用一个符号来取代它，我以后写的字呢就会是乌龟这个字。比如说这样。好，那我现在学习成功了呢，我接下来写的字呢，我只要写刚刚的符号，它就会自动的变成龟。那只要写刚刚的符号，它就会自动的打出我刚刚的龟字。